快车。全国投资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特快车》，我是文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呢，指数啊又反弹了，你会发现哦，台北股市就是都是一浪型哦，忽涨忽跌啦。好了，上涨的空间，你的短线上涨很多，但是马上又被打下来，所以你会发现最近的盘就是什么区间整理盘，代表台北股市怎么样？还没有非常的稳，所以他才会这样子走嘛，要爬起你，爬不起你，随时会用爬下来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你买对股票，跟行情是没有关系的。我没有叫你去买 AI 哦，不是，我没有叫你去买那些大 AI 哦，我叫你买的是新的 AI 哦，对不对？那除了新 AI， 还有新的主流嘛，对不对？你不一定要去买那些股票嘛，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啦。大家都跟你说最低点啦，最低点，我也 不否认这是短线的最低点，这都是短线的最低点啦，这两个破就无救了啦，这两个破就无救了啦，这个点很关键啦，这一次一定要丢了啦。可是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哦，那你对了又怎么样？对不对了又怎么样嘛？你买我的股票，老师给一杯，吓死人啊！新 AI 取代老 AI，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新 AI 今天怎么表现的。盘中还差一点跳高链呢，我没这么叫你去买哦，我也不建议你现在去买系统，就算它会飙，我也不建议啦，因为它已经涨快一倍了啦。我当时跟你讲的，我所有会员全部大赚啦，我买这种的啦，新 AI 跟老 AI 你要买哪一种啦？我知道啦，我公家我不想一直点名啦，什么创意什么日元什么微创啦，什么神打什么那些股票我不管啦，我也 不想要扯太远啦，因为我知道我公家够人玩啦。老师我都有这些股票，这广达啊神打啊什么微创啊，你每天公家我就讨厌你的。我讲这够难玩呢，可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啦，你买这你得到了什么啦？如果都没有人愿意出来讲真话，你怎么办？我买这啦，我买啥？我所有人拢知哦，因为所有人拢大谈哦，所有人全部拢大谈哦，拜托的，我这是新的呢，我老师你新的股票怎么个标价呢呀？现在还标价呢啊，你不知道我的股票多高标吗？要 AI 要落的时候，我有跟你预告不？谁人我有办法大获全胜？全台湾全投顾界只有人叫你，只有台湾只有一个人叫你大获全胜的啦。 AI 在暴跌之前我都有预告啦，现在又来又破底了，又要谈了，你还要买吗？你还想要买吗？手上有 AI 的赶快来，我告诉你该怎么做。你如果是我赖好友的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些股票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做。那有个别问题的没有关系，你在里面告诉我，教你怎么做，就这么简单而已啦。你还没扫，你赶快扫啦，赶快加我们的赖好友啦，扫描加入，马上掌握大赚的机会啦。你想不想看到未来？你加入赖，你就可以，你加我的赖，你当我的好朋友，你就可以看到未来，你可以看到未来飙股在哪里，哪什么样的股票会飙，哪一个族群接下来接棒？阿雄加赖，阿雄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了。你还没掐的，你要把握一下哈。我们会限名额啦哈，那个名额还没到，我们就继续开放。一旦名额到了，我们准备呼呼啊叫过去顶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还没加的，你赶快加，好吧？你还没加的，赶快加。矮人怪正传了哈，我告诉你怎么做了。那你要有一点点回应。有人说他没收到，老师你有发讯息，不过我都没收到，好。有几个人是这样反应啦，好像真的有啦齁，请你给我一个回应，不管你打加一也好，你打赞，你打什么都好，你至少要有回应吧。你嘛好，哎我知道有这个人，好不好？这都是你我讲过了，我不要再讲啦齁，我都是预告的啦，啊，老师太夸张了，全部命中欸。什么叫做看到未来？这话讲，我都不会盖，这我被盖水啊哈！我就不解释了，人家已经喷一倍了，这下一棒对不对？我讲过了，该换的你还是要换呐、啊。
等一下，现在大家都不讲，我老师 AI 吼，讲的人继续讲，啊，我不要讲的拢闭起来啊。我现在要讲什么？然后每天酸溜溜，我也不知道酸什么意思，我就觉得好好笑啦。好吧，阮所有会员大谈，你有意见吗？阮所有会员大谈，你有意见吗？阮所有会员大谈，你有意见吗？会也是人嘞、欸。哦，我讲过，我就不再讲了、哦。重点是什么？美股也在玩主流换人当啦，新主流接棒，通通在我家啦。老师，新主流在哪里？长什么样子？长什么样子？绝对机密啦！你有加赖的，你是我赖好友的，这就是你的权益啦！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睡着了，好不好？你如果还没加的，你赶快加。那万一你加了，发现，哎，我哪没收到？哦，真的有人反应了啊！那你只要有反应，我们就会有回应，所以你就会收到。哦，你不回应，我也不知道啦。嘿，就是有人有反应，我们才会知道说有人没收到。那如果你真的都没有收到的，麻烦你给我一个回应，打个加一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来，预知全部标股秘辛，请打加一。就这么简单啦、啊、你还没扫赖的，你赶快扫我们赖，赶快加我们的赖好友，这样好不好？当明松的好朋友，好康的都在里面。我、哦、老师，接下来准备要狂飙的族群，接下来准备要狂飙的股票，接下来准备要狂飙的股票，它为什么要飙？大盘现在的位阶在哪里？是要涨还是要跌还是要整理？有什么要买新呢？我真的不太想花时间解释了，你先看今天的新闻呐。来，今天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只有这一个啦，其他的我觉得都不重要了啦。小鹏、滴滴、联姻啊，推电动车新品。我请问你，告诉我，电动车需要什么？你总不能跟我讲，老师，我今天推，我们在做一台电动车，然后那个电动车里面的内装全部跟旧以前那种旧款的车一样，跟油车长得一模一样。很的没意思啊嘛！你既然叫电动车，你一定要一大堆的科技产品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上礼拜哦，你会不觉得就慢慢的觉得，哎，电动车开始在动了，对不对？那至于 AI 的部分，我解释了好几百遍了，它一定会反弹。那反弹没有用啦，你要玩反弹，你要做价差的，可以，绝对没问题。你要去找最有机会大赚的股票，我从头到尾都跟你讲这一支，我从头到尾都跟你讲这一支。卖光飙八倍，老师飙八倍，你还在讲？哎，每当做价差嘛，我都有讲哦，只是我节目上不会交代的那么清楚。然后在最高点，我有跟你讲它是高点，你不要去追，你等它暴跌。我请问你，它会不会暴跌？我工厂的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啦，你就慢慢验证啦。那你想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准？很简单，你加赖，你慢慢自己去印证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讲过了啦，无良心才逐天跟你讲哀哀，逐天一直哀哀哀不停啦。啊、哦，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讲，我知道够难玩啦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啦，但是有不是坏事，有你重点是你的成本在哪里，你该怎么做？你可以做价差啊。老师他不行了，不行，我们做价差总可以吧，我们就赚两根毛啊，也可以啊。这些猪头山的股票动不动就要杀，我不想多如牛毛，我不要一个一档一档点名，因为我会得罪太多人。我都说的头前的不是暴跌，你看还有暴跌，你看我当时跟你说的，我是大获全胜的人呢，拜托了。我AI 链九月旺来了，哎，相公哎，相公哎，相公哎，你看报纸，你老师搁提了，哎呀，旺来了，来的鬼扯淡，有没有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哎，我不是吐劣草，我是要告诉你，很直接、很明了的告诉你，不要再扯了。有新的、有低点的股票。很好买，你干嘛冒险去买天花板的啦？你就跟我说，你要买天花板啦、哦、天花板大跌下来啦、哦、100块跌到99块，赶快来买啦。
一千块，好、哦，十块涨到一千块的股票，一千块跌到999块，赶快来买啦！怎么做？我已经讲过了，你有这些股票不是什么，也不是什么，也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啦。你来找我，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啦。给 game 探起来价差跟酸买鞋挡啦。我只告诉你新的东西啦。你加赖的好处，你当我的好朋友的好处，就是我一直要告诉你新的在哪里啦，好不好？回过头来，你说台北股市为什么会大跌，我都有解释，我都有交代，我七月中之前我都有预告，好不好？该卖该换的动作搞都要做了，有没有？半个月前，这是八月十号嘛，也就是说一个月前大获全胜，开开心心数钞票。一个月前大获全胜，开开心心数钞票，请你大获全胜。请你大获全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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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你大获全胜 ，Everybody， 每一个人，专呆玩专都投顾界，跟我刚刚在讲啦。然后呢，旅行社6月8号，我知道不是最高点啦。有人隔天才见到最高点，甚至有人一个礼拜见高点、啊、那很多都是那一天就见高点。你问钟老师太鬼扯了吧，当天旅行社几乎全部涨停板，你还叫我卖，你是神经病吗？明天开高涨停板怎么办？大获全胜，我大获全胜给你看，我大获全胜给你看，我大获全胜给你看。我们说会买这些股票全部大获全胜，然后接着散热，哎呀老师跟涨了给你涨停板，大获全胜，一张不留。我在他喷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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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来，然后我跟你讲，会有资金狂潮，是因为这些股票在飙。但是后面我叫你不要买这些股票，我应该有讲了哈。但是如果这些股票，这些股票告诉我有资金狂潮，那这些股票只要有一点点钱出来，哪怕只有一成，妖股就会满天飞了。哦，廖老师，真的吗？我示范给你看，我示范给你看，我示范给你看。我有老师救人哦，你股票来碰安尼啦。哎，我现在都不。我现在都懒了，一张一张翻，我们是怎么赚的啦？反正所有会员通通都大赚啦，买什么比指数涨跌重要100倍啦。你前一段时间哦，我不想讲了，因为每次讲都得罪很多人啦，啊哦，还是个够难玩啦啦。我只问各位一个问题啦，你要看什么样的节目？是看每天歌功颂德，每天画大饼，还是要看哦？你问老师，我就是要看吼，公外股票的啦。哦、我现在就是有啊，爱说我就欢喜啊、哦、欢喜有路用吗？你来股票市场是要赚钱呢，总是要有人站出来讲真话吧，除非你不想听真话。系统我不讲了啦，银邦尾盘老师可以背背背，来来来来，涨八倍之前涨什么样子？70块啊、哦，是呢。那个时候我怎么讲的？那个时候我怎么讲的？哎，营收都还没出来，我老师你来在家好，这把转市场，大家拢跟你讲，话好都话好啦，话好都话好有路用吗？是呢啦。我有讲过了啦，很多公司是要布局的，有时候它在涨的比较慢，你也不要嫌它慢。最近没看到老师，每天涨停板惊死人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别说你不知道，你就算你不知道，你加外赖，你我的好朋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要飙。我除了告诉你什么要飙之外，我还告诉你他为什么要飙，他飙的理由是什么？他飙的理由是什么？你是我赖好友的，你在赖里面看到的东西，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？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？哦，我不要一张一个字一个字翻了、啊，因为。我毕竟是做电视节目啦，花太多时间就跟你讲说内容是什么，然后讲完了整个节目都结束了，好像有点浪费时间啦，对不对？你想知道内容的很简单，你就直接加赖就好了，就直接加赖，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
啊，买了股票碰咖咧，惊死人，对不对？林老师，为什么你还要买股票？你要明知道行情要拉回，要整理，要盘整，哦，整理的时间会拉很久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只问你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啦，你不觉得怪怪的吗？老师哪里怪？你到底看不看得出来怪怪的？所以你要买什么？哎，你不是去买这呢？好，来到这里，我也不能说你买在这里是错的啦，赌一把也是可以啦，我不玩赌一把这种游戏啦。哎，这边 B 轮流创新低呢，这边 B 轮流创新低呢，这边 B 轮流创新低呢，哦，天天跌跌不停，有没有？哎，昨天跌停板，今天止跌了，哦，为什么？那一定又一堆人说，啊，可以买，可以买，可以买，买买继续买吧，好不好？哦，我没兴趣哦，我所有会员全部大赚，哦，我所有会员全部大赚，我所有会员全部大赚。哦，你去看一下我们的股票长什么样子啦，破窗赶快跳可怜，我不叫你这么去买哦，赶快跳可怜啊，大家跳可怜，啊有拉回你嘛免惊，对不对？啊有啥要买？我要买这一种的啦。那为什么要布局？很简单的道理嘛，这是你今天看到了，景气落底讯号已经浮现了，国发会说什么？第四季渴望脱离蓝灯。也就是说呢，下半年基本上第四季不会太差啦。那第四季如果不会太差的话，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事情？你有没有想过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？你有没有想过你接下来布局什么？我不要跟你讲说我赚多少钱啦，我们看 K 线啦，我变大亨啦，所有会员全部大赚啦，我变大亨啦，所有会员全部大赚啦，我变大亨啦，所有会员全部大赚啦，为什么也飙？没关系，你加LINE，你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希望看到未来，你直接找我的LINE，你直接加我的LINE好朋友就可以了。老师，为什么他会飙？哎，不是这种没有感情的，市价买进，市价卖出，市价买进，市价卖出，天天射飞镖，没有这种东西啦，在我这里没有这种东西啦。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他会飙啊？老师，你说他会飙啊？为什么会飙？理由是什么？在飙什么？会有多大的空间？会涨几倍？扫描加入，马上掌握大赚的机会。加赖阿雄就是你最好的朋友。下一支准备要狂飙的股票在哪啦？在这啦！扫描加赖，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。未来一定会狂喷的超级大黑马，它叫做必狂喷大黑马，一顶狂喷的大黑马，真正要帮你赚大钱，啊，没得赚大钱，就简单的加我的 LINE， 当阿雄的好朋友，我在里面跟你分享，加 LINE， 加扫描加 LINE 好友，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都贪求掏钱，你扫描 QR code， 连续五天涨停板，你扫 QR code， 标的要一倍，现在不一样，你扫 LINE。加赖好友更加好哦，那个时候只很简单，就只有一档股票，什么都没有。现在你是加赖，是未来盘势会怎么走，未来什么族群会飙，要飙什么，哪一档股票最飙，它飙的理由是什么？扫描加赖好友就可以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。还没加赖的，还没扫的，趁现在赶快扫。我们先进段广告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
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心。02-8511-3366，85113366，鼎业投顾。SBN 财经台，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欢迎再回到现场哦！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，你想要买股票的哦，那老师未来的标股在哪里？你赶快扫我们 LINE， 加我们的 LINE 好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扫描加入，马上掌握大赚的机会，通通不用钱哦！你只要扫描我们的 LINE 好友，加 LINE 好友，阿雄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哦，你就可以看到未来。我老师盘面哪行啊？哦，现在美股怎么看？哦啊，其实我知道你想知道的不是这些啦，老师下一支在哪里？最标的在哪里？盘我不想再花太多时间解释了啦，该讲的我都有讲啦。你的 AI 怎么处理的？我有没有预告？为什么会暴跌？我有没有预告？为什么会跌？我有没有预告？哦，那为什么老师你知道台北股市要休息、要拉回、要大跌，你还要买股票？啊，都跌，第一它跌下来，第二我在预前布局新的准备要喷出的股票。那我布局的原因、理由是什么？哎，国发会说第四季可能脱离蓝灯哦，我们都知道年底会越来越好了。那现在你看到你现在看到的数据，通通是第二季。那第三季呢？前半段不好，后半段会慢慢变比较好。可是你现在看到的已经是前半段的，所以你看到的数据都是差的。可是到第四季，慢慢的全部都是好的数据，越后面越好了。旧的不去，新的怎么会来？有没有？那新的系统已经飙一倍啦，全国制霸、啊。所以我也不可能现在叫你去买系统，我现在叫你买系统，你愿意买吗？老师，你的新的股票可几几倍啊？您大获全胜，哎，大获全胜之后，你买的新 AI 系统涨一倍，我总不能每天就叫你买系统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叫你买新的股票。必狂喷大黑马，就是叫你买这支啦。那为什么要买这支股票？总该有个理由吧？为什么要买？买的理由是什么？它为什么会飙？真心要帮你赚大钱呐、啊！未来一定会狂喷的超级大黑马。它会狂喷的理由是什么？扫描加赖好友，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就这么简单。赶快来加明松的好朋友，你会发现哦，啊，老师，你们大获 AI 大获全胜，台北股市跌下来之后，你们买的股票。哇，加西人，所有会员全部大赚！哇，加西人，所有会员全部大赚！哇，加西人，所有会员全部大赚！这么敢讲，真的没有赚到钱还敢，怎么敢讲呢、啊？对不对？我随便举个例子啦，我不想翻呐、啊，我真叫扁大黑呐。可是你去看我的股票是怎么标的啦。我给你新的东西，不是叫你去买伟创哦，不是叫你去买智源哦，因为 IC 设计不是创意哦。我赶快买 IC 设计，我要转台湾熊高标诶，我要台湾熊高标诶，我所有会员全部买这一支哦，涨停板，快要涨停板，快要涨停板，继续喷，再涨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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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再创新高，再涨停，拿到赚到起笑，赚到发疯啊！这门诶，你有赚到起笑无？阿克桥要黑无？就拍摄全部大谈，我老师要救人，要赚到要起笑啊呢！啊，即马过来要买啥？过来要买一支。未来一定会狂喷的超级大黑马，它为什么会喷？我没办法在节目上直接跟你讲的那么明白。
你有兴趣，你想要大赚的，你今天都可以扫描加我们 LINE 好友。哦，不是只是告诉你说这只股票会飙，它飙它在飙什么嘛？它的理由是什么嘛？它可以为什么可以大涨好几倍嘛？扫描加 LINE 好友，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必狂喷大黑马，未来一定会狂喷的超级大黑马。上高标的股票拢伫遮啦，你加来就知道了啦，因为阿雄就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扫描加入，马上掌握大赚的机会，下一支准备要狂飙的股票都在里面啦，都在里面啦，你现在就可以扫了。你还没扫的，你不是我赖好友的，你赶快加好不好？那加进去之后，请你给我一个回应，让我知道你是谁，至少我知道有这个人，知道好不好？这是你的权益，万一没收到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扫描加赖，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还没扫的赶快扫，我们祝各位超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你还在看吗？三三